红薯粉，红薯鸡成这样，就成这渣，在这里，不停的磨。那个，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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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这里主要的农作物是红薯，嗯，南瓜、冬瓜，就是。什么瓜都有。以前就是红薯是90，现在嘛，现在不是，以前那个六七十年代没吃不饱就是吃红薯比较多，嗯。我叫你认识，不是我，我认识你吗？我不知道。